谁知道？这一趟呢，我们要来玩直棒野球魂2015。是。那听说那个尾鱼哥说他自己。尾鱼哥。尾鱼哥。奇鱼哥。大家觉得乱改。尾鱼哥说他自己很强。哎，他说他有玩过，我玩过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找有尾鱼度的六太。也可以叫尾鱼哥。鲶鱼哥。没有，上次跟 Coco 玩 ，Coco 输到爆。真的假的？对对。我可能也会输到爆，因为我对运动游戏也不是太在行。没有，这是很简单，这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很简单，可是 Coco 平常是一个打游戏还蛮强人，你刚刚讲的很简单，就是有一点你知道鄙视他咯。不是，因为他那天是看大电视，他大电视有 delay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看电脑才对。哎呦，对，有技巧的，对。原来是这样。对。好。但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那个，不会吧？这个不会吧？我们的荧幕是不会累。你说的啊，算是你说的啊。然后累个一点点没关系，一起嘛，公平。好。对啊，你们就一起累个，好不好？真的。那就什么叫鲍鱼哥？哎，干净屌爆粉丝们，干嘛也是一种娱乐。对的。至少你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一个名字。谢谢。他就记得你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新啊。好，来，两个直接做 PK 了。来，就这两只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人一只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是 EP， 你知道你要选哪一队？我看一下。谁是 EP？ 告诉我。我选一下台湾英雄杨代刚所属的队伍——台北海盗火腿蛋吐司队。哇，厉害，没有吐司，因为我没看懂，是不是？啊，火腿队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也不是太熟日子啊，看。反正我们一批是六太老鹰，二批是鲶鱼哥这两队是明星队 ，OK， 杨得多，杨得多，横滨队，对，钟日荣，钟日荣，广岛队，广岛队，阪神户，哦，巨人队，独麦，对，独麦巨人啊，那我们来选，我选个乐天，我觉得他的粉红色的老鹰好可爱。哦，可是他数值也低得太夸张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田中将他不在，他就变弱。哦，真的哇，不愧是有打棒球的。对啊，他以前就是运动选手。没有，是职业病啊，真的哈。好，要选这个啦。本来就有广岛卡普。OK。好，来，好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先攻，你先攻，对不对？你先攻，好啊，好，来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这种东西。球衣啊，我决定了。好，我决定选红色的，喜气洋洋。没有比基尼是不是？你以为是生死格斗？来按圈。你以为是 GTA 是不是？好，圈。圈你要换球场。我可以看你啊。啊，撒谎巨蛋。撒谎巨蛋，来。西武的。西武的。我们选四外好不好？好啊。又漂亮，是不是？来，决定了好不好？决定。你要打几局啊？打了18局，怎么太久了啦？节目还没结束哎，你就慢慢打，我先回新庄了。选吗？对，没有，现在决定，先按决定。OK， 决定。好，这是你的阵容。好，因为我也看不懂，所以我直接决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换吗？不用换啊，就 OK 啊，就不用换。走。哎，等下，下面有你帮我调一下。啊，四个。不会专业的，是不是？没有玩过。你要玩？我没有玩过，几回合？真的没玩过。我们玩五局好不好？一定很快。五局。怎样？讲起电话来了，总教练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打球。对。在比下暗号嘛，这比下暗号，比下暗号。聊起来了，聊起来。我妈说：“哎，当然我没怕，好不好？”扯。可是操作我不会，可以让我试一下。可以啊。他会用到上面吗？会，按着就是强震嘛。哇塞，连强震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真的假的？强用力挥吗？用力挥。你是不是敷衍我？没有，叉跟圈都是挥棒。OK。对。哦，好真实哦！真的。哎呦，这是你吗？对，就是我。大谷翔平。对。哇塞，二刁流的选手。那我的打者是谁？哦，投球练习你可以先。哦，我先示范一次投球，一样一定都一样。因为上下左右都是直球嘛，我现在丢直球。然后他有个缩的，因为他中间刚刚不是丢出来会有个缩的，你要刚好，对，刚按的刚刚好。好，然后这是变化球的，你看没有？他出来出现啊，你没有对好，他就坏球。哦，对，很简单啊。可是那这样子你要丢什么球，我也知道，还是不知道？要对，所以因为我对你，我就直接丢直球就好，我不丢变化球，好不好？好像有点瞧不起的那种。不是。那我问你，打就是这样，叉，
叉叉，然后这是强震，就是会大力挥棒啊，这个是普通挥棒，这种大距离，这都是强力挥棒。哦，刚好要他强力一下啊。是是好，我都丢红中啦。好，来，叉挥棒是不是？对。太慢了，你太慢了，哥慢了，反应迟钝了，反应迟钝了，哥，来哥来了，太慢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太慢了，对对对，好，哎呦，他看起来有点不开心，因为他觉得被很笨的操作，啊，太慢，慢，三阵出局，哥的反应，荧幕延迟吧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，现在是怪我们的荧幕喽，要不然要怪谁？没有，好来。太慢了，哥，你慢了，哥。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漂亮的。完了，我杨代刚追求，杨代刚在干什么？快点呐、啊！干什么东西？你、啊、其实我刚可以跑二垒，可以跑二垒，按三角形。哦，所以上哪个垒这样子？对对对，三角形。哦，可以，来，是不是？我会了，你。哎、欸，干嘛？没有，他丢歪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想打人呐、啊？不是，有话好好讲啊。哎，哇！我没有动哦，我真的没有动。哇塞，过分了。哎，哇塞，哥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哎，牛郎，你死定了，羊屌来了。羊屌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天分可是很好。哎，坏球，你要选球啊！我觉得这个赛事看得好无聊。好无聊，哪会啊？很无聊呢。哪会？哎、欸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好写，有选球嘛，我也会。有，开玩笑那边，哎呦，是，你就一直站着看就好，等保送嘛。不用哎，哎呀，完了、啊，没对手，好无聊哦，可不可以看拉米狗啊？搞这样啊，拉米狗选、啊，这边就是拉米狗，台湾职棒我们不能看。来，好，我认真，我会了，你会了吧？偷走会了，放水是不是？啊，我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你结束了，现在换你丢了。好，来，你可以移动位置。好，我来试试看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圈圈？没有，叉叉是丢。哦，哎、欸，按就是。哦，呀，哎呦，140，哎，还不错，幼稚园在打球速了，哥，真的假的？哥，哇，有点嚣张哦。哥，哎呦，你今天状况非常的好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只差，哎呦，怎么差的？哎呦，来，我会了，不用练了，开始了，开始就三角形吧，开始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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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129，切底，我切底就好啊啦，免大热的，来来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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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摆球啊，开落，你手开啊啦！哇，为什么打网球跟打麻将一样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安打漏接，谢谢啊！圈圈圈圈圈是一垒，太顽强了！啊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抱歉，对不起。抱歉，对不起，圈圈是一垒，滚地球接到二垒，圈圈一垒，三角形二垒。哦，垒包就这样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小声一点，我在刷手机。好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在录节目 ，OK？OK OK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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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自重。哎呦，安打了，安打了，接着他漏接，他漏接，哎哎这个，哎哎哎，他怎么一直跑？啊，我到垒了。哦，红队很烂呢，红队是谁啊？是的，现在欢迎介绍我们台湾英雄杨代刚。是的，哎，好像啊，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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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杨代刚加油啦，不要丢台湾的脸了啊！我先砸你头，超过分。来来来，哎，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吧？廖哥怎么啦？你进来有什么事？哎呦，哥很强，塞，真的很强哎！哎呦，还打杨代刚要打上他，不要！哎，我丢哪里？丢错了！一分了，一分了，跑回分内，一分了。我会了，你从对五分钟前就说你会了。对啊，我真的会了。你看杨代刚还打那么烂，拜托！我跟杨代刚讲的死定了。好了，来来来，认真认真。哎，插棒，嫩。
哎，球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加油好吗，田中先生？你叫我中立王大满啊？哎呦，小心小心，王大满，你也叫王大满？开玩笑。我觉得后面的观众有点兴奋。哎，双杀双杀球，嘿，哎，哪里过来？都受贿了嘛？果然是主持人打得不错。哪里过来啊？哎，出去了，哎呦。なるほど、そうですね。外際どい球、ボールになります。大外地国人哪里？谁说喝多少？瞟眼哦！老弟啊！来来来来，安打了，安打了，安打了！快点，传哪里啦？一人在圈圈呐！我不会打棒球嘛，我真的玩不下去了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生气，吃热炒啊，走啊！哎，他是选手，他是运动员精神，运动员精神，好不好？他是运动员，他是实况组的，实况。可以一垒啊！你还不接，还让给人家？我他不接。算了啦，我自杀好了，我自杀，我自杀，我自杀。你等下传正方形，传正方形。什么意思？正方形，正方形，现在正方形，传正方形，传三角形，传三角形。哎，好，我自杀，我自杀，我自杀！你干嘛这么瞧不起我？我自杀啊！瞧不起我们廖太就对了。不是时间的问题嘛？是时间问题嘛？奇怪，外面是有在催你啊？对嘛？我自杀嘛？奇怪，你是有戴耳机是？导播都没跟我讲话，奇怪。可恶！哎，我会了，我跟你讲，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太慢了啦，球进来你还那边用力按，按错歌。哎呦，有也是有，也不是有选，就是没按到。哦哟，哥，你的挥棒速度跟你本人一样，反应够慢的。干嘛？哥哥。哎，下次会找一个会玩棒球的好不好？下次发一个不会玩棒球来宾好不好？哎，再早一点，再早一点。我说会就会哦。别吵。会。不要。哎，大家不要吵。他丢坏球叫我会。怎么会这么恶劣的人啊？我觉得这很不公平，我觉得我们在打假球哎。那你认真好啊，我很认真好不好？我都丢红中啦。好来。你太慢了啦，哥。哎呦。哥，哎，这很明显在打假球，到底是收多少啊？好来，66号，我那个。Coco， 你来救他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来，退下。你干嘛？没有我，你以为每个人都会投好球？也有失误时候嘛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你真的是太屌了！你在练习挥棒哦。来来来，真的，哎，不要失误啊！我很认真的、啊。来了来了，真的认真。我真的觉得大家都看不下去了。哎，现在那个7522的观众，先去现在才知道的粉丝团按一下赞。对对对。反正现在球赛也没有多精彩。有没有？杨代刚。有没有？没有接上。有没有？没有被接上。哎，你干什么啦？他发球还接不到，有没有蠢的啦？杨代刚，你这样不要接了。哎，你抽筋了。为什么丢不出去？杨代刚才抽筋呢。杨代刚怎么回事啊？你在一直讲杨代刚吗？他生气啊！粉丝打你啊？不是啊，跟了两个假动作，又不是打篮球，干嘛、啊？杨代刚是干嘛、啊？哎呦！哎呦哎呀！哎，选球了是不是？杨代刚破坏人家节奏啦、啊！台湾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不要把台湾的打假球文化带到日本嘛！哎，卖人杠呢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自己丢，我没有办法。那是好球还是坏球？好球，压线，压线，压线！哇靠！演一万杰灵文一下好了。我怎么不会玩呢？我看不懂呢，我看不懂呢。不要不要给他玩，我要打死他。对啊，让我们六探复仇啦！真的。哎哎，丢人嘞！你上自己现在有时间。まだ序盤ですからね。相手の打線。
红不让，快点，不可以呀、啊！人家要回本领了。工作，每天练习。我没有，我很久没玩这个游戏。他就是没什么工作，还是可以随便 Q 他就来纪念钱。算了算了，我不爽，我不爽这个打者，请马上下去，谢谢。你那个洞太小，我懒得打，来挥棒，谢谢，来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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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丢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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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你控的，丢脸。来认真哦。好球，这个是好球，绝对好球。哎、欸，接杀了吧？这个不接杀说不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欸、跑哪里呀、啊？你跑太快了吧？哎，本垒了、欸！再跑嘛！再跑嘛！欸、这人脚真是犯贱！再超出垒包嘛！拜托，我是玩过任天堂棒球的人。快快快快！帮我打是不是？对。乖，哎呦，嗯，在那边搞。姐，你有在看棒球了吗？偶尔。会去现场看吗？会，我曾经去现场看，还蛮热血。哎，你去哪里看？桃园棒球？桃园啊。哦，桃园真的很棒。嗯、啊，主要是那个气氛咯。对对对对。哎。哎，大谷翔平第三局就没力了，昨天是干什么事啊？哎，该送了吧。大谷翔平，我真要喊一个暂停。快点啊！你自己操控的，少在那边。哎，好冷。大谷先生，你真的很有事。哎呦，哎呦，大谷翔平刚刚是有收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我没有，这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中路。哎呦。各位观众，我已经想办法尽量快转了。对，我已经想办法尽量快转了。所以各位观众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。好，认真认真，对，大哥大根一点。哎呦，你这样。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球员吗？在台湾的没有吗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接什么接啊？哦，他自己接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姐，你有喜欢哪个球员吗？我还蛮喜欢大师兄跟杨代刚的、啊，真的假的、嗯？我可以爆料大师兄生活吗？什么说？不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自己要爆料，自己 ending 是怎样？哇，这好球啊、哦！你喜欢杨代刚哦？我觉得杨代刚很帅啊。他很帅啊，他很帅啊，他有老婆了、啊。他老，我知道他老婆很漂亮啊。啊哦，是哦。对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OK。OK 。有点干哦，有点干。哎，代刚哥啊，你给我到嘞！我没有道理啊，你保送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妈打出去一下，杨大刚在这我也很无聊哎。哎呦，哇，为什么每个都太慢吗？每一个？你是昨天吃安眠药是？真的，我昨天的确有点没，真的有点迟缓呢。我按呢。是要更早一点吗？我是慢吗？在你太慢了，太慢了、啊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哦，看这人打击姿势准备有点难。他怎么大片都会哭？对啊。哎呦哎呦哎哎呦！这投手哎呦哎呀！哎，这人真的长有点丑。来跟你不要人身攻击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杨子怡，杨勇代杠。啊，这个要接了吧？这个不接说不过去了吧？杨下去，杨代杠下去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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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认真了，认真了。嗯、哦，那个外面那个帮我把毛线球拿进来，我先织个围巾。表情真的是，好吧，我先织个围巾。3-1。哎呦，哎呦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さあ、三球目は何か。挥，哎，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，挥，歪了，怎么样？球都快到一半，你觉得快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要挥。跟不到了，马上跟啊，挥太难了吧？太慢了，跟你要是到一半嘛。少啰嗦，投你的球了，不会是啦，年纪有差、啊。
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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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很棒，不要鼓励我。哎呦，外れました。嗨。哎，丢准呐、啊！哇塞，哇，他几 K 了、啊？好强哦！他先十 K， 好屌，好屌！三局就十 K， 拜托，是要破大会纪录啊！哦，可以了，哎，是不是不要接了？可以了。干嘛要去逛夜市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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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今天杨大刚有点恍神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呦！哎。哎呀！你给我倒嘞！我没有倒嘞啊！我没到，你到底拿着眼睛看我到了呀？旁边有亮啊！你是看到幻觉是不是？啊，中田翔。哎呦！真是，要给你看。我如果这一局都没有打出去啊，这场就算我输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太迟了，你有看到这汉字吗？太迟，迟吃透，慢了，慢了。哎，有你这个人有你，是不是？我跟你开玩笑。哎，打好嘛，干啥呢？差不多了吧？哎呦，会了！哎呦，拜托嘞！哎呦，老外，来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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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看一下，来一只。送你回国。现在第几局了？第四局了，快结束了。我知道你很烦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在旁边刷手机挺开心的。出去了，谢谢。哇塞，谢谢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天谷家是吧？最后半局了，是最后半局，你真的要加油，真的可以啊！哎，对啊，你到底搞清楚了没？我搞清楚，我很清楚啊，我只是不会玩而已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公平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好好丢嘛！有，杨大刚追求，哎呦，哎，干嘛？你找杨大刚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你们没跟他传。哎呦，哎，跌倒，干嘛？你倒在那边紧张兮兮。那裁判，有人要害我球员膝盖受伤了。你在叫什么叫？有没有杨代刚？杨代刚的，一人杨代刚，哎呦！哎呀，代刚哥，代刚哥！哎，打哪里呀？喂，干嘛？打我小鸡鸡啊！哎呦，秒脸！哎，他不稳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屁呀，是你吧？哎，丢准了！哎，大哥，哎呦，哎呦，好难哦！哇，十二 K 了，好强哦！哇，你现在吸毒哎？哎呦，好难哦！哇，他发威了！推不到了，哇塞！推不到，各位观众，我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对对对，结束了，对，结束了。干嘛？你真的很精彩耶！你说你的 Facebook 吗？很精彩。对啊，是最精彩是杨代刚啊，杨代刚在外演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真的。对对对对，想回家，很有事，很有回家。所以最后到底是由我们的红队还是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，不愧是运动选手，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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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比较 OK 啦，我都玩运动游戏比较居多。真的，没关系啊，因为就是这是美瑜哥专场啊，下次你就跟他 PK 吃香蕉啊。啊啊，搞不好还是输哦。怎么真的吃香蕉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之前节目很奇怪哎、欸，我们之前比如说还有 PK 看谁几秒可以把那个吐司吃掉，因为吐司很干嘛，看你可以几秒瞬间把它吃掉。你觉得你可以几秒？几秒、啊？对，我觉得我五秒可以。五秒不行，吐司不行。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，结果就吃了一分钟、欸、真的吃超久的呢，吐司、欸、一片呢、欸，一片吐司哦、喔喔，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。真的，我们的冠军是廖哥，廖哥嘴巴有这么大，对，23秒还是几秒，忘记了，很强、欸，很干呢、欸，很难哦、喔，真的。这样吞会很干吗？很干，很干。还是里面有一些鲶鱼的黏膜之类的？没有没有，那我下次我来挑战一下。好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我们等一下进广告，我们请廖哥直接去买就好。这么赶，今天就要吃是不是？这么赶的、喔，这么赶的、啊，可以啊，随时买可以。别，换个比赛吃香蕉嘛。真的，我们上次吃香蕉是谁赢啊？应该是我。是你赢啊？对，你是香蕉王子吗？她是香肠公主，我是香肠公主，我是一口塞香肠，一口就吃掉，这么大一根你都。那我要找我的强项是？你的强项是什么？嗯，你说一下。就是野球，我们可以已经找到了。没有，我说吃的，你可以。我还没研究，我等一下回去慢慢练。慢慢研究，就桌上摆一摆，对，不停吃这样子。然后店你找好了再跟我们讲，我们再跟你 PK。好，来。那我们现在要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我们回来要玩一些fun game。好啊。对，休息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什么fun game？来。